你是不是也是梦强的？我是决定带这个，遇到这个状况就是要带起多兰大盾。哇，一个偷南是不是不好打假？知道。东南还，因为他的被动不是也是像啊，被动是普攻啊。我已经赢了一个红药水了，我就觉得应该就不用了吧。那个都已经以 Q 四威了，就不用想太多。东南想干嘛？东南想移上还是？东南想移上去是不是？我很害怕。找不到一个奇怪的。老师，你怎么跑去打？不打左边？没关系，他已经顶到那个雷克萨被关在关墙角，你不打他？两个闪现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一个闪现可以换两个闪现啊。有赚欸，来殿下一定对面一定死欸。啊！对，自己死掉了。先不要太前面哦，怕来各杀两点等一下。你没有眼，他怎么用鲨鱼火箭炮凶我？太多了，哇，数值不太够。等我那个快转完了，快转完了，我吃，给我吃，不要 A。哇！干哦，早都不要帮他了，妈的！那我们前面三罐水，我都已经带那个杜兰顿在扛了。他有那个啦，我刚刚那个距离，我只要被他点到，我就会死了。不是啊，你那个 W 拉太远了啦，我都帮你肉身在挡了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哇！你没看我一直小小都在挡，还拉到那么远。我刚血剩一滴咪咪耶，我被他 A 一下就死了。他刚来那绝对是来 A 死我的。是啊，你那个 W 你不用闪到那么后面啊！哇！
爆车给你。你们不打了啊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 fuck！ 你们继续打。他上六啦！我跑哦！为什么你要过去 ，Michael？ 我没想到你们完全不能打。我们是超级不能打。都已经天手掉一只，对面 jungle， 觉得我们还比较惨。我回去收个装啊。在命啊！操！我觉得刚已经屌秀他一波。
干！哦。能怎么？比较帅的东西。我操！我操！他直接跑到中路来了。我都已经缴秀一波了。他这飞在干嘛？他怎么吃到那里去了、啊？哇，怎么吃？吃人家下路位置。奇怪的角色在那跑来跑去，他怎么变成野怪了？被那勒布朗塞到没杀到，例如说，妈刚差一下，妈点燃不是有多一道一下都死，妈差一下。那不见了。我操！Michael 直接被放生了，很白痴哦！刚刚原本是可以两个都跑的，真气死！啊，我受不了、哦！啊，我受不了了！
今天。